这里是兰州糖厂，我们看看这里有一个碉堡，完全被榕树所包围。我来看一下一棵这棵榕树，这棵啊是正榕，是翠榕，然后底下树根啊全部都是落叶。再看看这边很特殊的一个碉堡，四周都有洞，可以来射击，是防卫这个兰州糖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门在这边，哦，是大树下的碉堡。来，啊，谢谢贵姓，贵姓，您好，哦，木质里了哈。哦，完了，难得。